看就行。这是机械师吗？那机械师开局炸大房呗，然后调上是。傻屌，你这拜拜。哦，给爷整乐了。哦，太棒了，兄弟。给你哦。抢啊。这里是不是有个娃娃？阿明在这。哦，机械师。那这阿明是谁啊？这个阿明是谁啊？机械师娃娃，佣兵上脸了，我好卡在这。直接打调香师，不用贪佣兵啊，他秒救就秒救，无所谓。你把他打倒了，还有机械师，一样，吃点亏就吃点亏吧，只要节奏上来就行。但是这把没有干扰电机。你还回来，跟鬼一样，你还回来。沙风啊，还什么？你回来不是我不是挂得更近了吗？你这拖个锤子时间啊，直接传送。娃娃打掉，然后回去。来了，看见没？还想卡到死？嘿，我回去处理打你个娃娃，我再回来。怎么说嘛？那就打你。给鸟给的好。我这个误认好，他鸟消失。加速来，看你怎么转。死了。挂到中间去，贴下红光，不要让这个娃娃看见，他娃娃已经发现了。炸，白给。敲一手，裁判，杀机械师去，说不定还能捡个佣兵，半路捡个佣兵。给他来一刀，给他上压五爪。这个人你们别救了，救不下来了。两台都在修，直接去吹，他两个娃娃都没有。回去了，这给你要。算了算了算了。你妈！我没走进去，怎么被盖到呀？玩我呢，哥哥！刚想停下来。会摸机械师，有地方摸吗？
有难就去无地方。哎，我听错了吗？哇，在这边，这边有个伤水，手里还拿着啥？一定要拖时间吗？那就拖吧，没关系，我把他挂了吧，不让他拖了。这个人挂死之前找不到就找不到吧，无所谓，他缩小缩小。屋地房里面看一眼。地窖不在这儿。人皇看一眼，地窖不在，小木，回小木。再拿个缝里看有没有红光什么的，爬就完事了，故意的。唉，垃圾复活点，这个复活点不是这个，哦，就有个佣兵啊，这附近。娃娃在这儿。这都不给也误区。
挂着其实也不好。前面做的事情不够多啊。我想给这个佣兵一刀。你逍遥首长，他要是给佣兵一刀就好了。佣兵现在还是个满血，有点慢。结石肯定在摸箱子，地窖在这儿。爆点了，应该是积血石，积血石去重修。佣兵要赶紧打受伤再修，打的受伤越快，他越快修不动。修，打头秀。娃娃又开始炸了，竟然又摸到娃娃了吗？恐怖的一。倒到原地了，这波要挂两个，挂一个在这儿，然后再挂一个在那儿。倒，倒到原地了。行。想走地窖，怎么你以为我要放你地窖？投吧投吧。